愿上帝怜悯阮，赐予阮，予伊个面照光阮，通予世界知你个道路，万国中知你个救恩。上帝啊，愿列邦俄罗斯，愿列邦伊东俄罗斯，愿万国快乐出欢喜个声，因为伊要照光伊审判个班，伫你地上个万国。上帝啊，愿列邦俄罗斯，愿列邦东俄罗斯，地已经出土产。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要赐予我，上帝要赐予我，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。请咱起立来读，来念新的概念。新的概念，立着。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大山的，大草的，这个大山是真错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的引带，无论风景也平静，你拢在做伴。咱着算数伊的恩，日日永有春，予早个艰难变成欢喜，烦恼变成福气。伊的确引带，予咱恩典拢无煞。非常地，阮真热爱来到主你面前，因为阮着用一个，阮用清气的心，放下世间的牵绊。用敬虔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阿罗哩。啊，非常地，阮在仰望阮未来一年，也无论何阮伫工作上、伫家庭，也是伫阮的教会事奉，阮拢要献上阮大大的付出，也互阮伫遮的顶面拢有主你的引带，互阮会明白，阮要归来时，阮着认真来服侍你，认真。来做主你的工，也恳求你，予阮每一个人伫新年的时阵，着用快乐欢喜的心情来迎接，来学着主你的名。但阮从今仔日的聚会，分一遍交到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你的神来带领，安尼祈祷感谢，各种名来求。阿门。